不是个演员，设计那些情节，一见我就想看看你这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把这电影能看见。当你和你演出的我掩饰不及，在你感觉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，决定时代的改变，和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和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厌烦厌倦，原来当年放下防备和那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请收起那些情节，让我们再去体验。